跟他几时认识啊？我2001年就上高一，进图书馆喽。初一嘞，其实我是选我们选学会嘛，就我本来是想要选要舞蹈团，还是要图书馆服务团的。然后没有人陪我自己舞蹈团，我不进图书馆了。读书那段时间呢、啊，我就是做我的东西，他又做回他的东西，这样咯。结果嘞，那时候没有讲发觉他的。为什么呢？不起眼啊！我不好意思看别人，所以我就没有发觉他。没有什么接触，很算是很深入的接触。那时候有偷看他咯。不过没有被发现啦。我初三，你高三，就是主席和秘书嘛，这样就变成我要时常去找他签名，签那种什么秘书报告之类的东西嘛。演讲的时候呢，就觉得，自己 man 一下咯 ，man 一下，他咯，好像骗小孩子这样子，他以前呢就在此挡着我讲话的，是嘞，是啦，有这样的事情，因为我太矮了嘛，我就觉得，怎么这样奇怪了？你又没有打别人吗？是，你很多东西都不记得的。我老了，中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有注意到他，只是就是年纪相差3年，然后又那时候他还太小，不是太小啊，15岁，一个18岁，我觉得还是不适合谈恋爱那种感觉。然后过后就毕业了吗？人在天边了咯，就这个不存在了，就一直到。我高三，他就从Australia回来了嘛，就重建咯。然后就慢慢的这样接触，哎，原来小妹妹已经长大了，这样咯，就很美，不是美，就成熟了，没有啦，澳洲生活比较闷啦。我觉得他很斯文啊，然后整天笑啦，他最招牌笑容，32颗牙齿，咦，这样子。第一次表白嘞是 SMS 的，听说他在图书馆按 SMS， 很久没有联络了嘛，然后人家初二喜欢他，又没有表示，初三又没有表示，我不懂。这样就那时候就觉得应该是怕分了啦，应该是没有东西了，就不接受啦。他没有在一起的时候有人追他，但是他就选我，好像有3、4个我其中一个银儿，银儿耶。SS 啊，其实有时我在他放学啊，我在他回家，然后慢慢的其实有时图书馆要做东西，然后你都知道啦，追一个女孩子要付出一点心思的嘛。在8月30号前一个晚上，然后聊天 call 她，然后那时候就有那种心情，就表白哦。我们8月31号那时候开始正式。是时候在一起就步入另外一个阶段，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。